今天的聚会，感谢主，我们说哈利路亚。那虽然疫情的限制，那我们还采着实体跟线上。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我们座位是不是加宽了？这个应该照着这个医生的弟兄给我们的建议，我们这里哈够宽。我们可以容纳100多人，没有问题，感谢主。那今天现场的总共来了150位，在线上我刚才看的点阅率是116位，总共加起来是266位。我们若是用 Zoom 这个线上交通，大概就是100出头，很多这个我们不会用。那我们现在用直播的哈，你只要把我们这个连结点上去，跟我们就同步聚会哈。只是你那边没有办法加，你只能用听了哈。啊，这样可以补足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下个月的聚会是5月25号，若是这个疫情没有什么另外的变动，我们还是照常有实体的聚会，5月25号，那个服事我们轮到文化大区，饭食服事跟招待服事啊，这些轮到文化大区。我们5月份共同的进度是第17天，神所命定之路的目标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平常每个月的每年的5月份，我们都是健康医学讲座啊，5月25号还是健康医学讲座，我们会请医师弟兄们来跟我们做这个医学讲座。我们为这个祷告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一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哦，你在施恩给我们，谢谢你早上与我们同在，哦，你恩典供应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主，你的恩典是丰富的，你的恩典是洋溢的，哦，你不会的，哦，超越一切的限制，主，我们在这里享受你丰盛的恩典，成为我们全备的恩典，主，谢谢你。哦，叫我们成为你的布置，成为你团体的彰显。哦，特别长青这一环，哦，我们需要你的保守，叫我们灵魂能够精神。哦，就在疫情的期间，哦，你分给我们，好在我们人身上，哦，能够荣耀你的自己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感谢主，阿门。好，在便当哈，我们就不离开座位，招待会把便当发到你的手里。那我们不在会所吃饭，我们来聚会就把手套戴好，戴好戴满。